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圣经金句是：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马窦福音25:40。话说小明呢就发了个梦，梦到自己就去了天堂。天堂当然是很漂亮啦，是吧？黄金铺的路，珍珠做的路灯，哇，看到小明呢真是心花怒放。竟然呢被他看到有一间叫天堂百货，外面呢有些宣传的海报写着请进来，里面呢应有尽有，可以使你呢梦想成真。哇，小明一见到呢就当然很开心啦，一个箭步就冲进去，竟然被个店员挡住。这个店员是谁？就是天使哥哥咯。小明就天使哥哥，这里是不是真的？天堂百货是应有尽有，梦想成真的。当然啦，天堂里面没有人讲大话的嘛。我想我每一科都有100分，得不得啊？梗系得啦，天堂咩都得噶。我爸爸咧，佢一份工又唔系几好，我想佢咧尽快咧揾个第一份新工，又好多好多钱嘅，又好舒服嘅，都得噶。仲有冇咩要求咧？我又觉得自己好自私嘅。我隔篱阿娟女啊，咁佢读书麻麻地嘅，我都希望佢得到每一科90分啦，吓唔好似我咁叻啦，得唔得啊？都可以的哦。还有阿杰啊，他呢住在劏房度噶，我都想希望他呢屋企能够快啲上楼啊，可以唔使再住劏房，可唔可以啊？天使哥哥，可以可以，嗱系咁多咯，系咪啊？哎呀系啊，咁啊明仔都谂唔到其他嘢啦。天使哥哥递俾佢一包嘢，吓咩嚟噶？呢包咧系种子嚟嘅，吓攞包种子嚟做乜嘢啊？你頭先咪求咗好多好多嘢嘅，嗱，因為咧，我哋呢一間天堂百貨咧就係賣種子嘅。你求咁多嘢咧，要自己去耕耘嘅喎，要自己去栽種噶，咁樣先能夠真係結出果實嘅。嗱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所信仰嘅天主咧，就唔係一位變法術將我哋咧咩消災解難啊嘅天主，唔係咁樣嘅。我哋嘅天主咧係降生成人嘅天主啊。同我哋一齐咧，经历艰辛啊，跨越困难嘅天主，通过人同人嘅相处咧，去使我哋体会到佢嘅临在啊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今日嘅圣经金句真系好值得我哋咧深思。我哋唔好净系咧求天主为我哋做呢样做嗰样，我哋求天主同我哋一齐，因为我哋嘅天主咧系一个好嘅爸爸啊，好嘅爸爸咧。就不會跟子女做曬啲功課喎，如果唔係咧，仔女咧就唔會成長啊嘛。我哋嘅天父咧會同我哋一齊坐喺我哋身邊，教我哋點樣做功課，同我哋一齊孭呢個十字架啊。嗱，所以咧，我哋要睇下我哋身邊邊啲係有需要嘅兄弟姐妹，然後點啊？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，就是對我做的。馬窦福音25:40。